鸟台油管配站就用西部时间 WWW Spur Road。 爵士成为本赛季最让人失望的球队之一，戈贝尔与米切尔矛盾重重，球队首轮被淘汰出局。随着主教练斯奈德离职，球队正式进入重组期。戈贝尔和球队的关系决裂之后休息期，他很可能被爵士交易出去。根据 NBA 记者杰克贝舍尔的消息，老鹰有望成为戈贝尔的下家，他们愿意送出多名球员加上选秀权交易，得到这位三阶最佳防守球员。爵士想要送走戈贝尔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不过球队想要送走他的同时得到一位全明星级别的球员和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加上选秀权，很明显爵士有些狮子大张口。篮球记者 Sean Bentley 透露，爵士在戈贝尔的报价上要求极高，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管理层的要价。不过老鹰队完全可以满足爵士的任何条件，为了得到戈贝尔，老鹰愿意送出卡佩拉、柯林斯、赫尔特和今年的16号选秀权。从这些筹码上来看，老鹰队诚意满满。卡佩拉是老鹰队的首发中锋，场均可以拿到 11.1 分、 11.9 篮板、 1.2 助攻和 1.3 封盖。从火箭来到老鹰，虽然离开了哈登，不过卡佩拉一直在成长，目前已经成为全明星级别的内线。不过由于伤病等原因，让卡佩拉无法为老鹰提供更多的内线保护，球队为了变强只能忍痛送走他。